2013 NCAA 男篮三月锋路易斯威尔大学夺冠。陆大威威奇塔州大的夺冠美梦画下句点，密西根大学则打爆雪城大学挺进决赛，密大以十二分之差领先对手，多亏冷板凳球员阿布瑞克特有如神般的精彩表现。陆大板凳射手汉考克便回敬四颗漂亮三分球，最终陆大逆转胜，以82-76击败密大，抱回冠军奖杯。但大家比较想要知道的是，到底谁赢了赌盘？你认为这次全美大学男篮锦标赛是有史以来打得最精彩的吗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Follow us on Tumblr.